各位观众，星级好友聚新光第五回现在开始。今晚嘅大會司儀梁玉儀小姐，我哋掌聲有請。各位來賓，各位粵曲粵劇界嘅前輩，各位親愛嘅觀眾，歡迎莅臨新光戲院大劇場欣賞偉基廣告20周年呈獻《星級好友聚新光》，咁多位大家好，多謝。嗱，時間咧真係過得好快，咁原來咧偉基廣告咧服務咗我哋咧有20個寒暑啦，咁咧恭喜偉基廣告20周年致慶。恭喜陳偉基先生，恭喜！咁咧，同埋我喺度咧，係預祝偉基廣告咧業務不斷擴張，蒸蒸日上，超越巔峰。好啦，今晚咧大會係會預備咗有6首精彩嘅歌曲，同埋一出咧好好睇嘅折子戲咧，係同各位咧分享嘅。咁預祝咧！咁多位演出嘉賓咧，演出成功，能夠帶俾各位一個極盡視聽之餘温馨嘅晚上。咁首先咧，為我哋揭開序幕嘅呢一首歌曲咧，曲名係《紅伶巧破無頭案之對花鞋》，係講述咧呢個有智慧過人嘅左大人咧，佢抽絲剝繭啊查案，咁啊同埋咧呢個花花癲癲嘅楊柳嬌咧一段咧係故事嘅。咁為我哋唱出呢一支歌曲嘅咧，我哋有請讚曲家譚國安老師。咁啊，火拍今晚嘅拍檔咧，就係佢嘅學生，係許金鳳小姐。請各位欣賞《對花鞋》，有請。
嫂嫂啊，秦家嫂嫂，你不必多礼啦。大人啦，此际更心已静，何以令常离意月夜池面，笑饮一杯为止面，一拉拜一朝，哎呀，原来大人喺我园中饮酒。嫂嫂啊，相言薄饮不成欢，你何不过来与我一同把盏呢？哎呀，咁多谢大人咯、啊，唔使客气。
啊好啊，但系恐怕有劳阿嫂嫂你啦。唔紧要，唔紧要噶，大人啊，点解就话上任你唔带埋家眷嘅呢？吓、有家若梦。成瓜啊，霜孤夜夜枕冷啊，襟寒无。温大人啊，问你，问你真系冇嘅咩？真系冇嘅。哎呀，你真超越何无数圈啊！深信人人怨系并低劣，众多恩怨亦未能共眷恋。如今天然盼天仙，于今到此心幽怨，只怕你到处招惹恩怨，书无可分卷。我实在受困。咁大声吓亲我噶嘛？咁你讲清楚啲啊嘛！唉，咁你咪嘈住，你听我讲埋先咋？唉，哥父姑伴啊，参差风筝，断线。每对此手落意，便益妻生前情意，一针针为我缝。秦家嫂嫂，啊，我睇真你咧，你有几分啊美态，似望妻，真嘅啫，系真嘅，禁不住夜对新恩怀旧怨。企稳啊！此后风声吹移，云怕渐远飞天，有心暗线情意，
咗个老婆，好多嘢都唔方便噶。系咩？点解你唔娶翻一个人啫？秦家嫂嫂，吓你估我唔想咩？系咯。不过有原因噶。只为亡妻曾嘱咐，佢临终有遗。咁佢讲乜嘢啊？佢话咧，佢话若想续新言，除非要行针线。咁就啱啦。可惜不易呢，秦家嫂嫂，我系有主嘅名花，不配与大人长相恋。无相干嘅，所谓以求无家宝，难得有好时机。家嫂嫂啊，你可有绣好嘅花鞋？大人啊，同你讲得好啲啲，做乜睇对花鞋啫？哦，你知啦，啲女人好中意讲大话噶嘛，我点知你真唔真噶？你能否取来我见一见，得唔得啊？我绣嘅花鞋呀，系咪呀？得，你等一阵啦吓，等一阵啦。Thank you.
上苍冲人远，悄悄天眼中周全，莫过打草惊蛇，待我重书笑面。秦家嫂嫂啊，吓，依家都好夜噶啦噃，唔夜啦，咁我惯咗早瞓啊嘛。嗱，我同你两个人嘅事咧，听日就一定有分数噶啦。嗱，你不如早啲翻去唞吧咧。大人啊，咁早瞓唔着啊？吓，咁你因咩事瞓唔着啊又？好聲行吧。哎呀，咁你早啲唞啦。我都叫你慢慢行嘅咧。See you.